长苏主席，咱是不是用掌声来欢迎咱的苏主席？各位咱党的先进，社会各界的先进，我们的伙伴，以及所有今天参与的朋友，都说民进党是有执政经验的政党，不错，在2000年到2008年，我们执政了8年，我们是好是坏？如果我们做得很好，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继续赢得支持，继续执政？如果我们做得快，为什么现在的执政者让民意这么反弹，支持度远比我们当时来的低？我们在野以后也已经5年了，经过时间的沉淀，经过前后任的比较，我想这个时候我们把8年执政做一个回顾与检讨是时候。过去这段时间有人说我们都不敢谈，有人说我们没有值得谈，又用其他种种的理由，总是还没有开始。但我觉得我们是要开始，开始不是要讲我们有多好，而是要真真正正的来向人民报告，与社会对话，对历史负责。因为也经过时间了，所以当时所作所为相关的结果对错也都可以更清楚的看见，情绪也应该都可以放得下来。那有人说啊，这个是要对人都是对事，我想对人难免就会有情绪，有恩怨，而且就会陷入其他讨论上有必要盲点。我们不如直接就事论事，因为我们就希望知道我们到底有没有做事，做了哪些事，我们做的是好还是做的还不够好。我们真的要很谦卑的来面对，我们很诚实的来检讨，我们很勇敢的来对整个问题，我们好好的来了解其所在，然后我们才可以真真正正的有更新的将来。只有有自信才敢去检讨自己，只有诚实面对并且超越过去，才能有能力更有希望策划将来。民进党不是只做一个望风说叶的政党，而是真正要对人民负责，要重返执政的政党。所以我们不是跟人家比烂，我们也不是自吹自擂，我们是真真正正要就事论事。因此我们今天不是只有找自己人来敲锣打鼓，反而是我们希望对我们过去这一个团队的前提，大家一起做出来的事情，大家一起来好好的回忆当年我们走过的足迹，我们所留下来的成绩，或者我们所留下来值得检讨的地方，那我们一起来提出，让大家一起来面对，同时让社会了解，并且我们也邀请不是我们同党，而是社会各界的先进或者其他党派的精英，大家不一定指教，给我们知道问题的所在。也许我们自己陷于盲点而不知道，我们正是想知道，我们正是想更加的茁壮，我们才能迈向未来，我们才能对人民有更大的信心，会做得更好。所以今天很高兴在这个场合，我们很谢谢过去这一段时间，我们有这么多的前政务官
一起奋斗的伙伴，大家不辞辛苦，多多用好多好多的时间辛苦，大家一起来参与准备。我们谢谢各界的学者先进，各界的精英也给我们很多的指教参与，并且在这连续四个礼拜的所有座谈中也莅临出席，给我们不吝指教。希望我们民进党一本初衷，我们一切就是要为台湾、为人民、为这块土地，我们希望能做得更好，我们希望真正勤政为民，壮大台湾。谢谢大家。